酒馆的角落坐着一个我，我抽着香烟，我又喝这么久。突然之间听他身边很多，有个女人出现在酒馆中，所有男人偏向你点头，你不动声色继续地往前走。突然之间慢慢靠近着我，用着暧昧话语暗示着我，请不要跳到我，会热情如火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念头，可是你的美丽让我无法消受，一直在你面前手足无措，请不要跳到我，会发烧头痛，难道你只想牵我的手，可是你的身躯让我浑身欲火，我很想怎样但是我不敢怎样、魔鬼的身材，天使的脸孔，我双眼不知所措，四处探索，就是不敢直视你的眼眸，我怕我会哭出晕眩发抖，你心里想的我全部都懂，但是我只能低头假装害羞，虽然我也很想能做什么，但我不敢对不起我女友，请不要跳到我，会热情如火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念头，可是你的美丽让我无法消受，一直在你面前手足无措，请不会发烧头痛，难道你只想牵我的手，可是你的身躯让我浑身欲火，我很想怎样可是我不敢怎样，请不要跳到我，会热情如火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念头，可是你的美丽让我无法消受，一直在你面前手足无措，请不要跳到我，会发烧头痛，难道你只想牵我的手，可是你的身躯让我浑身欲火，我很想怎样但是我不敢怎样、